姐唱得很开心嘛，等等你就笑不出来了。 20 minutes later。今天要去找阿婆。他讲了之后啊，你就跟他说不要动，然后妈妈就可以去做任何事。有点要流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等下会是不是有了？有点要流汗的感觉。一两分钟了吧，快了，十、还要一点钟。九，好，谢谢。这好人性化，这里还有凹槽，不要不要。是不是很舒服？就是那换下来会酸的。哎，那我先去吃便当。365天的其中一天，而且365天都长这样哦。今天看一天的感觉，猪猪觉得如何？很累。年轻人，我40岁了，所以我觉得很充实啊，而且很习惯了，而且我20年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所以20年如一日。嗨，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去哪呢？今天是武力全开的周年日。出发。正常的食量，特别饿的时候会更夸张，全部吃光光吗？对，平常就一定会吃光光。结束了，还有一只，看我看起来很正常，其实我嘴巴里面破了一个很大的大洞，所以我讲话都超痛。继续吃两个便当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，我嘴巴好痛哦，这破一个很大的洞啊，你看很大，特写，这样大家会觉得很可怕，超痛。
耶、yeah, yeah. 待会继续加油。上班。第二场。对。喂。帅哥，我用背影就可以感觉到这个讲话的人帅。哎、欸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屏东啊。不是，你是我的人。哦、oh! oh! ，不好意思。下半身呢、欸？这样看超像只有上半身呢、欸。企鹅，有没有企鹅？